这次真的是要被同行骂惨了，1块多一包，今天老弟呢就卖1块多一包，厂家呢是19.9啊，给大家发整整8大包，另外老弟呢再给大家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咱点开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4.9，倒数是整整8大包，厂家控价之后啊，优惠券随时关闭。这个是香辣口的啊，看一下这个小颜色啊，都特别诱人。而且选用的呢都是这种小嫩芽，没有后边那段老梗啊，香辣鲜香，丝丝入味，平常咱夹个馒头啊，配个粥，当个小下酒菜啊，都是特别好的选择。家人们啊，咱们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主播这边挂了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4.9，倒数是整整8大包，厂家控价之后啊，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啊，咱赶紧去落单啊，每包呢都是这样200克的大分量啊，嘎嘎合适。